吃饭吧，你怎么不吃饭啊？你再不吃饭，毛都掉完了，我都心疼你哦。好了好了，张开嘴，我喂你好不好啊？咕咕咕，啊哇啊啊，咕咕咕，叫你叫你啊，你不啊你妹。队长，我的鸡最近呢不吃饭，小点声，小点声啊，我在睡觉呢。喂，我的鸡最近呢不吃饭，不吃饭就不吃饭啦、啊，不吃饭就宰了，不能宰的哇、哦，我的鸡要留到过年啦、啊。你不是学过兽医吗？哦，帮帮忙啊，帮帮忙。哦走！嗯，一点点的，我就发现这些人了。啊！那就是那只打不知就算了，打带领他那些有仔有女都一起不知，好过分哦！像他这种货色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心情不好，心情不好啊？对啊，该怎么办啊？哄他开心呐、啊，走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我叫你好好钓，叫你好好钓，你钓了什么鬼呀、啊？你看喽、哦！そうですね。抖音。